医生他是白魔法。我没有吧？拉板小龙，然后你看他听到前句，然后直接 yes 吗 ？Yes， 不是我，这是不是我？没有，最近他白魔法，没有，我不相信，真的，我不相信。抱你！哎，你要听沙拉放浪之魔，真爽。浪之屁！抱。可能我要碰什么人？还以为是昨天那个。还有一万啊！总共装四台。平二万。中。又二万。再花一台。好，中。中。哇！送给别人的。凑一色的东风红中庄家。中，又是九派。看，哎，可恶，找到胡萱萱，耳朵，哎呀，算了，要他要跟我借点数，可恶，要跟我借点数，算了，不胡了。四台吗？四台。来啦，二叔来了。哎，我的，你的。哦，捡到。什么？小恩这把会不会也放枪？放十枪？哪一个人？不会啊，不会啦。走路踩到大便。不会啦，小恩，小恩这把不会再放了。应该吧，发财。他如果放枪，我过四，我过他，他就不会再放枪。三手。这么好，会有。哦，这么好，好装，没问题啊。C， 赞呐。嗯，一万。三，八饼。七。好。一比一比一数五啊，算了，说到做到之人又没关系，说到做到之人，我像是发财这种喇叭人吗？又没关系。像是这种喇叭人吗？是吗？是花，好扯哦！我像这种人吗？两台，太夸张啦！最近 YouTube 的通知跟收看都有一点点问题。如果说你有收到通知的话呢，直接点就可以收看啦。那如果说你没有收到通知的话呢，点选订阅内容，在这里呢，如果没有看到直播内容的话，点选头像进来一样还是没有看到的话，点选右上角的浏览频道，按进去之后呢，有机会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内容。那如果还是没有的话，点选影片应该就可以找到啦。如果你还是找不到呢，建议你可以追踪 IG follow 限动上滑呢，可以点击 YouTube 的连结哦。杨白姐 ，Lobo 伟问说。说自己摸到七张花，打成七角一，补牌后手滑，刚好刚刚自摸，台数怎么算？这要看场，因为有些人是花五后结束嘛，花五后结束，你当然就没有所谓的刚刚自摸嘛。那如果是花五后刚刚自摸有算，那你就是刚刚自摸算一把，然后花五算一把。那如果是花五之后继续打，那一样的情况也是花五先算，然后呢再算刚刚自摸，所以就看这个场的规定是如何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